是我的话，我会觉得就是如果有爱过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是当不了朋友，会很尴尬。为什么？因为就是相处在一起就会有那些画面啊。可是你已经不爱他了哎。那你有前男友吗？有。那你现在跟他是朋友吗？偶尔聊一下。欢迎收看《酷比闹大学》，大家发型哦。我是馒头。哎，你好气质哦。哎呦，讨厌啦。我跟你说，我今天一定要用学姐的风范来问你一句话。嗨。你觉得旧爱可以当朋友吗？看状况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分得很糟的话，就可能怪怪的啊。但是如果和平，我觉得还 OK。真的吗？和平哦。可是你不觉得就是看到他就想到我们过往的点点滴滴的那一种哎？想知道答案吗？如果柯景庭跟我告白的话，我会很高兴。是，所以你觉得还可以当朋友吗？好啊，但我好像还可以，可是不会到很熟的朋友，就是普通朋友。对，我觉得啦，因为、就是、借钱的时候可以跟那种朋友。对，嗨，对，你今天有3万吗？可以借我吗？好久不见，想问一下，现在状况如何？钱资源还够吗？在吗？在吗？这样。但是就会心里就是还是会觉得有疙疙瘩。对，我觉得啦，但久一点我觉得就 OK 了。我也觉得时间可以冲淡一切。对，但当下刚分手真的是没办法当朋友，除非我分人家啦。喂，开玩笑，好，你是这样做过啊？所以我就是这样单身5年啦。哎，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就来问看大家了，旧爱到底还可不可以当朋友？嗨，同学们准备好接招了吗？接招了吗？今天的问题很辛辣。犀利，我最喜欢这种的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挖别人的那个，挖别人的疮疤，不要挖我，都没事。好啦，那我们现在就问大家喽。好啦 ，Go！ 你有没有曾经追过人家？比较少，我是土象星座，比较被动。你有研究星座？处女座吗？我也是哎。可是你不觉得遇到喜欢的人就会努力去狂暗示吗？前期可能会稍微暗示一下人家，但是发现可能好像没有什么。希望之后我就开始算慢慢退了，对不对？对，真的真的，哇哦，在这一集瞬间变星座级因为遇到处女座就好共鸣哦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唐启阳，又到周报时间。跟大家分享，我们今天找到了一个韩国妹子，超漂亮，而且她中文超好。你现在有男朋友吗？我现在你现在有男朋友吗？没有、那你有交往过吗？在韩国的时候有。是啊，啊你不喜欢台湾男生呢？喜欢，没有人喜欢的吗？怎么可能？我觉得是你不知道。对，我们台湾男生很害羞。对。那如果在韩国啊，男生会主动追女生吗？还是都是女生喜欢你会主动追男生？男生也是主动一点的。真的？韩国男生很勇敢。对，韩国男生有看我吗？我单身哦，这边贴。我想问你们，你们有交往过吗？他有。有。你要出卖朋友对吧？他有。他很快耶。有。在一起多久？上一个的话只有几个月。哦，等一下，我听错了，他说上一个，所以代表还有很多，还有很多人，就几个而已。对对对，你交往过几个？就两个而已。就两个。对对对对对对。那第一个交往多久？1年多，快2年。啊，那你们现在是朋友吗？不是。啊，为什么不是朋友了？就离比较远。哦，离比较远，距离啊，只有这样吗？只有这样吗？对对对，是啊，所以因为远距离，然后分开，对，然后之后也没有联络了，对，就没有联络，是就不想跟他当朋友了吗？还是就是有点尴尬，然后就没有联络了这样子。哦，所以是，然后你有话想说的，没有，你有什么话想说？不要憋在心里哦，会内伤哦。对，来，我麦克风递给你。他刚才眼神威胁，你知道我刚刚这个，我这边看得到，你知道他刚刚这样，重拍重拍。想问一下，你们有交往过吗？有。那我没有。你没有？你母胎。暧昧可能有，但是真正交往就没有。为什么都没有交往？没有踏入那个关系？你们暧昧多久？但是那个已经很。你不要跟我说国小哦，我就国小不算哦，大家国小不算哦，那可能都没有，真的算是国小哦。国小第一次知道，你被笑了。有没有被你们打枪之后，你们还是朋友的？有有有有。他是怎么样追你，还是你追人家？
他先追，他先追你，对，然后你没有喜欢人家，就是你为什么看他？你为什么看他？哎，等一下，你们两个是情侣吗？不是，还是对彼此有意思？没，应该没有吧？等一下，他们 A 了，他们刚前面 A 两个人都 A。那如果你今天你有一个男朋友，但他变前任了，你觉得你可以跟他当朋友吗？应该可以。为什么？是我的话，我会觉得就是如果有爱过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是当不了朋友，会很尴尬。为什么？因为就是相处在一起就会有那些画面呢。可是你已经不爱他了，深情不爱他，但是就他触景伤情，回忆呀，回忆不行。那你有前男友吗？有。那你现在跟他是朋友吗？偶尔聊一下。代表不够爱那为什么会偶尔聊一下？对啊，因为就还是要关心一下嘛，不然这样。可是你现在有男朋友，而且你已经没有在一起了，你怎么可以关心前男友？不是关心，就是知道他的生，最让觉得他活着。对。那所以你自己不会去追人家，但是很多人追你。也没有，但至少有吧。有过，但是就是我可能没什么兴趣，我就会直接把他。就是冷处理面对的把它斩掉。对对对，我们不是海后。还要洗清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那你跟那些就是跟你追求的人啊，那之后你们还有当朋友吗？就是我觉得要随着一段时间稍微沉淀一下，彼此都冷静冷静之后，比较有办法继续当朋友。大概多久？我目前还在看。你刚表有啊？代表有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就刚斩断一个没有什么意愿发生，只有暧昧而已这样。那你怎么跟他讲？也没有跟他讲，我就是淡出这个聊天室窗。真的假的？他应该会很明显感受到吧？对啊，所以我现在在路上都会绕着他走。同校的？对，同校的。那很尴尬哎，蛮尴尬。同班吗？不同班，不同班，不同班。就好，那就好。所以你看到他，你可能就是，然后就赶快500公里，赶快离开这样。我现在都每天都戴帽子来。不是啦，不是。喂。对啊，但就是还是有点尴尬，但我还是希望能跟人家保持朋友关系，不要搞这样，不要恶化啦这样。对。所以你是可以接受当朋友的？可以啊。但是就是要有时间。对。就是我觉得都要冷静冷静沉淀完，就是好说话之后，大家才能继续当朋友。是不是你可以直接当朋友，但是你要等对方，因为他被你拒绝了，所以他需要一点沉淀时间。我自己也需要一点时间整理啊，就我还是觉得有点于心不忍。对。哇，你好善良，我们处女座就是这么善良哎。硬要好，轮到你了，同学换你喽，来。我的没有好听哎。你有交往过吗？真的没有。那你有追过？有追过人。高一的时候，然后结局当然也是没有很好，不准下，不要笑。那时候就是同班同学，然后后来我不要结巴，冷静。然后反正我喜欢人就是会真的超级明显。其实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就是当时到底有没有喜欢我，因为我们其实有就是接吻过，但是我们高中生耶，但我们真的没有在一起。哦，真的？那所以之后你们还是朋友吗？算是朋友，就我们之后还是因为高中三年，我们就还是一起接吻。没有了，就偶尔想亲亲还是会亲一下。那如果今天是有一个男生追你，可是你不喜欢他，那你还会跟他继续当朋友吗？不会，也不会，因为他的干净不是朋友的干净。他的关系已经不是朋友了，对，他的感情就也不是朋友的那种，所以连当朋友，他想要继续跟你当朋友都不行了。因为通常如果是我被分手，然后你现在来联络我，然后我就会觉得为什么？就是你跟我你是什么意思？真的，你想要挽回我吗？所以我没有很长的在回他，就是真的就一两句话，就关心他而已。你其实是有感受到他其实还是有感觉，那你封锁他吧，你这样会害他敢一直陷进。所以我现在没有在聊天了，那还好。OK， 对，及时止血，对。好的，耶，就爱问完了，反完了，对。你觉得有你想要的答案吗？其实蛮多人想法跟我差不多，分的状况不要太糟，都可以当朋友。我也是这么觉得，对，因为以后借钱方便嘛。原来是这个吗？不要瞎掰好吗？不要到撕破脸，我觉得都 OK， 没错。但是如果像有些人就说他们状
状况可能不是很好，我就觉得就是好了，没关系啊，对不对？因为毕竟如果状况不好，就是像你跟你好朋友吵架、啊，然后吵了一大架之后，你们怎么可能就和好呢？真的，对不对？或者是你也需要一段时间吧？时间会淡化一切，或许吧。对，欸、原来是有经验哦。没有、啊，没事啦。就给结尾。是嘞，是嘞。好啦，有默契，我刚同时。哎，不是，不是，我没有许到愿。好 ，OK，OK，OK， 好好好。讨厌。